一，浩文因操作失误被人强劈。昨晚，浩文开着女儿号打 PK， 加入到了雪山大舞台当中。结果，因为浩文的孩子魔镜没能加到狮驼岭身上，鬼眼又加到化生身上等失误，导致了自己队伍的狮驼岭灭霸直接逃跑。这一次，浩文在直播中承认了是自己的问题，不过灭霸并不满意，不仅嘲讽他拿着诗情画意的硬件打不进16强。还直接给猴哥上了一课，强逼猴哥开的雪山制片浩文号，完全不给他面子。雪山大舞台剧本太多，动不动就加戏，浩文这一次是真的栽了。二，梧桐回炉出13季镜台魔童。梧桐在直播过程中给2020福战大佬的11季镜台魔童打输，打废之后和一只9技能的镜台雷鸟人进行了回炉，结果发生了神奇的一幕，居然出现了一只13技能镜台魔童。虽然资质非常差，但是只要打成全红肯定是可以用的。三，梧桐打废13技能镜台魔童，紧接着梧桐又给这个13技能镜台魔童打输，尽管分析了半天，但是奇迹依然没有诞生，镜台技能最终还是掉了。四，买号后马上出2790神链。来自粉丝的投稿，他在买下一个175神木灵后，第一时间就给自己刷了一条150项链，结果就是这条项链直接爆出了专用，并且初始灵力达到了279点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号的号品实在是无敌了。五，灵路点出7级163。来自粉丝的投稿，区内一位狗头玩家用灵路随手点了一下灵士，结果直接得到了一个7级163，瞬间有了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。